衣服都带齐了吧？带了。说吧，今天准备怎么玩玩？今天不玩你，今天带你去见公主，给公主换装。上车说，上车说。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好闺蜜正正，暗黑甩姐。每天的穿搭都非常的酷，今天要带你见这位公主啊，其实真的阳光。300万粉丝哦！哇，好甜啊！有没有信心把甜妹变成这样？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？知道最近被你改造过的人都喜欢上你的风格了吗？妹妹吗？妹其实穿暗黑还挺好看的。那你有没有喜欢上那种甜妹的风格？没有，没有，真没有。今天我希望你经过今天这天之后，今天不是不玩他吗？我们约定好的，还玩不腻呢，各位。但不知道安静想不想玩你哦？啊！不会比你更离谱吧？不远万里，咱们终于到了。哎，他在这儿。好甜呀！是不是很喜欢？好甜。安静 ，Hello， 这是我朋友 ，Hello， 正正。哇，这是你平时直播的地方吗？对，这是有种的土豆。哪有土豆？挖起来才知道。哦，现场教学，真的有吗？你。拔了一个空的。那你的土豆的话，哦，真的，看，真的到那里去啊？那你吃自己种的吗？是吗？吃啊。我们走吧，进去吧，外面太热了。这是今天给你带来，给你改造的。他说想尝试一下比较暗黑的那种酷酷的，但是好像说有点就是说怕挑战失败。应该不会的。我们先去家里面看他有没有什么衣服，没有的话我们也带了。我看你最近好像视频也在挑战不同的风格，但好像没有看你穿过那种一身黑的很酷的那种感觉啊。我很少穿那个。你平时是在这儿直播吗？对，他是在这儿直播。熟悉吧？这个背景阶段熟悉吗？哎，你可以带我们看一下你直播间吗？天哪！哇，你东西准备真的好多啊！之前有人来探秘过你们家吗？啊，没有，明明是第一次。第一个。今天才来的。哇，他真的好有心啊！他真的哭死了，能作为他的粉丝看到这也太幸福了吧？这里面是啥呀？很大的手，两米多高的，都是挑战卖的。我真的很用心哎，感觉看完之后大家可以去多多看他直播，非常有意思的。那我们上去看看衣服吧。嗯，好的。这真的是安静公主家首次大揭秘，能拍吗？可以拍。哎呀，这是粉丝做的，这个是吧？对，这个是粉丝做的。哦，看看衣服吧。嗯，看到没？我说的没错吧？彩色为主。这个是泡泡裙来的。这么多裙子啊！哇，这全是公主服啊！哎，这个红色的感觉很好看哎，没见你穿过这个，这个好好看，超好看，我都走不动路了。这里面有没有正正能看？正正，你愿意挑战一下吗？哎，如果说让你帮他选一件公主裙，你会选什么样子的？玩不腻是吧？这个吗？这件你喜欢吗？你选啥我都喜欢。哎，我让他换的时候，他可不是这样对我的。让我们回顾一下。行，我们收下了，你帮他也搭一下吧。给大家看一下你给他带的衣服，带了很多配饰，这好可爱。我要，哦，他带这个好看的。对，你衣服放地上没事吗？没关系，这个裙子，然后搭这个，然后配那个眼镜，然后或者这镜框也好看的，然后给他戴了个帽子，在他的风格上面转一下，但是也没有转得很离谱，就像我之前给你换的会稍微露肤度会比较高，给他的话就可能是靠一些配饰去拉他整个人气。好专业哦。还有就是这种太辣妹了，上面就是一块抹布。你觉得哪一套对你来说挑战更大一点？这个吧。这是啥呀？这我的遮羞布。你有穿过这个吗？会觉得露吗？可以挑战吗？可以。那咱们就先改装，改装第一步。这个玩意儿拿走。这给你。给我干啥？你看一下他的化妆品。哦吼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哇，妈耶，这么多！小时候的梦想，这咋改？两位美妆博主正在结合梦露的商场上，二人决定拿出压箱底的化妆技巧，给安静来一个完美大变身。我还带了一个礼物给你，噔噔。这是什么？护肤品，当然可以的。哇，因为我看你直播经常拍外景，还有熬夜啊什么的，就很容易暗沉没有光泽嘛，所以说就是特地选了这套，我类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好，谢谢。
刚好趁着安静改装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小白瓶也是我自己一直在用的，特别好用，尤其是像我们这种爱熬夜的，第二天起来就是脸特别暗沉，黄气很重，就会很显老。所以说抗糖小白瓶家中一定得常备，它里面的隔糖素加烟酰胺去黄提亮还是蛮管用的，而且还有维 C 加维 E 能抗老加抗氧化，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加的透亮细腻。这一小瓶真的是越来越卷了。屏幕前如果说有想变白的姐妹们，真的可以试一试。然后我教你们一个宝藏的用法，我每次上来是直接挤三大泵，它这个超级清爽，稍微抹一抹就可以吸收，上妆也完全不用担心，真的很全能。想要变白的姐妹们放心。哇，用那种凶狠的眼神看我，逐渐不那么甜了。换衣服，换衣服。成功。哦，好漂亮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哇，下一套。讲这套就是没有那么的哇，喜欢吗？